这是要放哪啊？大包大包，如果说英雄要放上面一点，那我角色放下面一点。嗯，我叫他转角塞一下去吗？哪个哪里啊？塞一下去吗？哪里是转角？就我们开始放猴子那个啊。可以呀、啊。汇集点那边放下去哦。嗯。你说像这样吗？对啊，像那个位置，不知道我是说英雄放下去那个位置吗？我放不到，不知道、啊、我放不出来。放不出来，我也不知道，放不出来啊！1900哎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没关系啊，等到录之后卖掉就好了，算他只有0块钱。好了，我先放一下英雄嘛，我觉得这个。你们各家先把钱汇给我，我先灌出一只班杰明出来。好啊，哥先去看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我留着。那我 OK OK， 我留着放这只。我给你了，给你了，都给你了，都给你了。给你。等下换你先给，哎、欸，你先给那个有班杰明的。我先给。还差多少？还差一次，要等下一回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一回合还扛得住。没有，游戏一起玩才会嗨啊！好。哦，有了第二只，大家可以施舍先给我。先给叫做。对，我还没用过猴子，我想知道猴子是干嘛的。你既然你先留着，你就把那个升上去再说，你就把你的炮弹升上去再说。好，我要等一千九。更别说之后看那个影子只靠你了。对啊，说我要赶快升级，让他三等。好啦。没有，我现在只剩10块钱了。啊，哎、欸，那么便宜哦。790，可是攻击距离好短哦，超短呢、欸，你快快一点呐、啊！好憨哦，超短干嘛、啊？还行，还算好，看起来像是范围耶，好像是范围的，那是破击炮的样子，是白痴哦，干嘛、啊？这英雄真的看起来很皮，不可能，我就六个节奏了，他也在笑，他技能是啥？拉力咆哮。没有，你要点开看之前的。如果他是一到二级有那个有、欸、附近所有猴子可加破，这样、喔、破坏力啊？没有啊，我附近没猴子。不够近，谢谢。你附近就那一圈的，等一下。我好小圈哦、喔，怎么办？他只有升级范围的吗？我在看，买到现在第一次用它。有啦，九等才有吗？真大范围，至少9等才有。啊，我可以叫我坦克出来玩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可以，我可以放。两千了。哦，是。好了，我该准备跳潜了。哎、欸，对了，记得，哦，有。安安哦。没事。猴子电灯加油，猴子变快一点！哎、欸，攻速提升。嗯，一开始不是会便宜100吗？我怎么没感觉？哦，对哦，这是不能。他已经便宜了，嗯、可是他便宜没有很值，但是已经很便宜了。没有，我是说那个农场原本是1125，现在变1325。我说我便宜100块去哪？我记得他原价不就是攻速提升吗？哎呦，有感吗？好像蛮有感的。可是攻击范围太短，他只打一下，所以没什么感。攻速提升，我该不要花钱去升级他吧？不想要，我也不想要，而且很贵。是啊，我连班杰明都不想升级了。香蕉，完了。嗨，老菊，可以看技能，再开台啊。还行，还好我的坦克可以穿甲，就是。
好的，我可以控制一只啊。我怕有人都说我没说，那个树可以拆掉啊。真的哎，给他一千块。哎、欸，瞎了瞎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没瞎。而且一颗一千块，对啊。哇，我是可以拆一颗啦，但那边有三颗，不要，还是不要了，现在还可以撑，还顶得住。先活下去再说。对，我要活下去。那台是谁在开的？我啊。教主。我们在打 Tina 提议的困难专家，专家困难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连困难都没打过，就要打专家了。我错了。我们再开始回去捡到困难，初级困难。我的猴子才五等，很慢啊，超慢的。为什么？我也才五等。各位不用怕飞船了，哎、欸，可是我只能拉一艘、欸。我的坦克可以打迷彩了，五等就可以打了。不是六等哦，不、啊，六等说错。哇，你可以拉了、哦，好哎、欸。好了，过了过了过了，至少可以过第一波了。是是，可以至少可以。不好意思，这个。打毁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神速。我点复仇之心。欸、白痴哦，要损失100生命才会有用哦。啊。你说他的技能吗？对啊，要损失100生命，我才能发动。对，100生命不早就刷开来了吧？所以他有会有补血机制啊。哦，就是兵使用的是吧？没有啊，就是因为班杰明会回血，德鲁伊也会回血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阿拉嘞，好，按你拉了。我按了，他没反应。那个那个，阿拉嘞。嗯？嗯？怎么了、嗯？怎么了？我升级了，可是我这边没有技能，我右下角没跳出技能。嗯，你怎么升级？班杰明吗？我德鲁伊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可以按，好好，可以按就好，可以按就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刷下了迷彩，这样不行。我不行，欢迎过来，我们终极困难啊！我按到了，所以。要困难，困难吗？困难比较嗨呀、啊，至少还顶得住啊。中级比较嗨啊，可以的。我应该再放一艘海盗船。高级哦，高级有什么地图没玩过？太扯了，哪一招还没被玩坏过？黑暗城堡，移除。我就说那时候树应该早点打掉的。树要拿掉吗？你说这个、喔？树打没树打掉，我们没有、啊。我是说刚刚那边的、啊，刚刚如果把树拿掉的话，我们攻击距离比较远。嗯，我选这只猴子行了，还是要换？我算了，没差、啊，靠你们了。没差、啊。预备 ，Go！ 哎、欸，竟然剑没断呢、欸。今天怎么了？对不对？我再等一下。但今天吴缺，你是不是把那个踢人的软体关掉了？我去开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这个全都是海上的、哦。对，也可以放那个啊。免费哦，免费我还没地方放，真的就尴尬。有啦，草地上都可以啦。哎，我放很角落，我要自己来。哦，我来了。不好意思，那个太中间了。哎、欸，自私哎、欸，就你可以吗？你放得到吗？啊，好好，再塞一只，快点，还可以再塞一只吧？不、欸，哎、欸，有有有，我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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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，最多还是三只而已，最多极限就三只。啊，这个至少等钱吧。哎、欸，这个石头移除要500块。是啊，这个。好挤啊、喔！这个超级尴尬的，可以啦，不然怎么办？这关只有海的可以用吗？然后直升机可以放啊，放中上上吧。对啊，
看你这关，这关很好看，你是想要放狙击还是要放直升机？我的空间就那么大了，你想要用那个豪村 buff 也不行，太急了。那就只能放这边啦、啊。我放海岛好了。放轻松的好多、啊。英雄啊，还要放英雄哎、欸，干没位置。英雄你就放山上啊，山上啊，山上那么好的风景，放完之后再塞，比如再塞两个攻击的，飞机也只能塞两个。那取舍喽。不呀。哎、欸，西米，你们先去练角色啦，不然后面打不过啊。他们在上面。我知道啊，我透过台来传递消息。如果他们有开声音的話，如果他们有看台的话，对耶，因为我叫他们关静音哦、喔。阿赫，阿赫，阿赫，我先瞎了。我那时候就是放一个海盗在上面，下面全部放那个潜水艇。潜水艇有点，我也没有练。他们在练呢。哦、乖，不然后面的关卡你们真的透不上去。你要最大值的，应该最后面不用急着练，就照全开再说。对啊，最后一个不一定要开啊，你其他至少都要练得到。不然像刚刚潜水艇，刚刚叫你点那个点不出来。他在练德鲁伊，你是不是差一点点啊？给你钱。没有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再丢回去。我只在塞角落一点而已。练德鲁伊哦。等一下，那边还要再塞一次。所以我塞在旁边啦、啊。哦。我们刚是死在瞎料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我刚在想。可以打迷彩太少了。哦，如果我刚刚改成用那个，应该也可以。应该我应该练巫师后才对。Oh yeah！ 还没练吗？不是啊，应该放巫师后才对。哦，我想说应该练巫师后。哦哦，漏了一次。没事没事，还是回血，还是回血。打了一顿挺能输的。至少可以喷五十滴。啊，还要等炮船。所以请问有人要玩大航海时代吗？这个不够航海吗？没有啊，贸易帝国啊。哦。走山走到底啊！只是没什么输出，只有跳潜能力而已。可以啊，靠其他人。我可以把伺服器玩爆。我操嘞！至少让我六十关通过吧。可以来、啊，一定能过，这之后一定会爆。那之后再说。他开四个钩子就大概伺服器就爆了。厉害不？勾到电缆。勾到海底缆线，原来可以隔着网路线攻击。不是啊，我是可以让你们大家都重开游戏。Show game 吗？直接崩溃。我那三只飞镖好，到底还有什么用？可以卖掉。第四关，从第四关开始，不就失业了吗？他其实可以卖掉，可以让他们放英雄。那我卖掉好了。好像可以。哎，对，我其实卖掉了，不是你们的。不是啊，英雄一整放一只啊，等等。太胖了。哇，那个大小。你们要不要试试看？你们可以塞几只啊？我就只能塞一只啦。放边边一点，能多边就多边。来放谁的英雄啊？
只剩我的啦。不然试试看这个删掉会怎样。哎、欸，你放你的、啊欸。可以放了，可以放了，欸、可以放了。哎、欸，有地了，有地了。要可以放，他说。节操你放啊。放我的吗？坦克吗？英雄吗？啊，我的还要再400块。不行，还要再大一点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再大一点没办法了。我是大一点是我的钱啊，他差一点点钱呐、啊。还有200块，把我吓一跳。没关系，快到，快到。好，跳好了，我来筛筛看。请问4500来得及吗？我、哦、不知道、啊。反正我是直接冲5400，如果来不及的话、啊、我就是。好了，潜水艇来了。好像来不及，远距定位，有海要有 C。CD 啊啊啊！不是会赢吗？CD 呀、啊，我升上去了，可是 CD 呀、啊，我升上去了，可是 CD 呀、啊，太慢了，重新开始，再来一次，我们可以的，关注是。我不信了你们了，你们都骗我！断开了谁？啊，你勾到电缆喽、啊！要不跟我合作？我还没开始勾啊！还想勾啊？我是不是都过不了啊？可以啦，刚刚只差一点点而已。我是不是都过不了啊？我把钱灌，那时候把钱灌给 Tina 就可以来得及了，或者 Tina 把钱灌给我都来得及。Tina 哦，好，好，我又自己开始玩了，等一下、哦。我在想说要不要换英雄了啊？对耶，感谢你提醒我。啊，我只是突然想到要不要把坦克换掉。我要换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情。嗯。每日可以用了。每日。啊，每日私下再玩好了，先过关。先过得了关。让我拿金牌哦！你想拿金牌的话，可以简单一点的地图。这不简单，这不难吗？这不简单吗？这不难吗？这我觉得这很简单哎、欸。你看哪一关最简单？初学。不是。初学可是是要玩困难是不是？初学困难啊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哦，不是高级困难这样，高级简单的、哦。没错。哦，早讲嘛。高级困难是也可以啦。早点讲嘛。瞬间领悟了什么？真的。呀。然后等一下又要怪我说不早点讲。你们真的不早点讲啊？哎、欸，准备。好了，该开始讲了，该放什么了？该开始跳钱了是吧？可是刚那一关连线就没问题啊！我靠，我第一个也太爽了吧！我在哪？我在右下。为什么不等箭头顺？为什么那么自私？耶、yeah. ！我，对，我怎么自私？说要放这边。然后一开始，五千，啊，跳钱嘛，差点五千，差一点点钱了，差200，来来，五千，给你，好，我去放一下，欸、我就放这开始，哎、欸，可以这样子、欸，可以啊，我一开始就讲了啊，好，可以开始了，我昨天就有讲了，你们都没有听我讲话、啊，加速，我这个没有给，干。再是 Tina 嘛？Tina 呢？哦，冒险雕可以了啊？可以给了。我靠，等下换我的很便宜，630而已。叫一只素人，对啊。Tina， 我要钱。穷啊！哇！
啊，好好好好，给五圈，给那个了。哎、okay, 欸，14块我就过去了。可以解超。嗯，我还在等。这是英雄走向吗？而且你的英雄还可以挡住。可以啊，会追。所以可以暂时撑。如果他挺不住，我可以帮忙啊，来下攻击，然后断讯。断讯。这是什么？我又瞎了。不是瞎，他是那种。知道啊，瞎瞎两秒钟没错、啊。兴奋，算兴奋剂这类的东西。我想想看要放哪里好。你可以开始想了。已经在想，想很久。放中间不错啊。对啊。你可以放你现在风飞镖好的位置啊。放个不会瞎的好了。那我先把它拿出收掉。把那个位置搞好。我害怕等一下你们瞎了。那你要撑在我的英雄撑一下、啊，我要六等、欸。因为没办法，六等没那么快。在背上。好、啊，我放一只潜艇，看没水。只要放忍者猴是不是？好的，忍者猴了。对啊，前期也就忍者猴可以打人才，或者是魔法，哎、欸，术士也是可以。忍者猴是天赋可以打迷彩啊。对啊。上面巫师猴是谁的？我的。哦，好。他要放火、啊，所以他放角落。那我要放，他要放那个巫師。我要控制一下那个火。没关系。那我放巫毒。那我打，我这里不打算了。那我知道了，我放控的。我现在看看放什么好。你还是我冰姐来问。嗯，我不会还啊。你那个图腾会啊。哦。看了法师走向。